满载冰块的百万新货车，一台接一台落海，总共三台冰车在海中载浮载沉。你家在不搞，刚刚我搞，哟。你公司的部门，你来跟我解释一下。今天早上6点做冰块批发的老板向台北某公司叫货，叫了150只，却来了135只。老板不爽，双方电话互呛后，他直接让3台货车入海。华裔过后情绪发泄完了，现在岸巡队不排除要用渔港法采罚他。土八入侵记录报道，今天刚刚做完活动，一定要马上看一下苹果新闻网帮我拍的好不好看。我看得到，我看得到新闻，你看得到吗？你没加入会员怎么看得到呢？不要太羡慕我，看得到。加入好苹果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，限时免费。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。